晚安，马克巴卡。哎，这怎么会动啊？你怎么会动啊，哥们儿？干嘛呀？哎，这怎么也会动啊？怎么都会动啊？开着的吗？哎呦，不是你今天这么不活跃啊，我刚过来，你回来，你我刚回来的时候你都没动过的啊。张志豪真就不换房间是吧？就是说钉子户啊，我受不了了，钉子户。鸡架，你叫什么？你叫什么？干嘛？我在你玩平板的，平板挺好玩的。平板是用来听歌的吗？对呀、啊。你干嘛？张乐宇。啊？来吃。我吃了。给我来吃。我刚吃的，我吃炸串。接着吃，接着吃。哎呀，这说实话有点吃。吃外卖不知道啊，不知道吗？来吃。你也拿着最新鸡排，可怎么吃不下了？你们是不是？这全是吃不下的，你吃不吃？我点了一堆，吃不下了。我点了一盘，吃不下。这汉堡吗？是吧？你们是汉堡吗？不是。滚！来吃，肉肉，来吃。来吃，来吃，必须来吃啊！这个真的看得好抽象啊，这些鱿鱼，很小一根，就是像蚯蚓切到的半条，没吃没啥味儿感觉。怎么是温的呀？嗯，怎么没有冰的呀？你在这地方能够找个冰的出来？不是，你不没有冰柜吗？你房间？啊？你房间冰柜都没有啊？啊？你房间有冰柜？我这也没有啊。不是你这个语气，我以为你有。对呀、啊，你房间连冰柜都没有。万一你这房间，就是在楼下，在四楼。一天就知道拍拍拍。你穿衣服了吗？你穿衣服了吗？啊？你穿衣服了吗？穿衣服。你别出来。啊。我得应付一下你。好了，你可以出来了。出来了。你拉开。哎。不是，你们把这个遮住了，人家怎么展示啊？这都没有打开过。那个。你看吧，你打开它开始动了。你不是不打开，就那个在拍。
双机位，你懂什么？你那还在点头？看啊，人家在点头。哦，我衣服到了。这谁的？他死了，他怪我。我的。这谁的？都秋雨雨寒了，还能是谁的？这谁选的？还能是谁？还认不出来。要不要我给你签一个？你算人。这谁选的？这是选鬼哥签的呀？啊，鬼哥和菲菲老师。哪个是鬼哥啊？哪个是菲菲老师啊？这是鬼哥。啊，这是菲菲老师啊？为什么长出一个这个衣服？白 T 了吗？黑笔肯定要白 T 啊！这么给想什么？黑笔为什么不能黑笔呢？不是你这起来干嘛呀？不是你下来呀？你就知道活在这个帐篷里面。不是哥们儿，那放的不是蓝色那个？怎么就我说让你开绿色的人了？搁包包里吗？你懂我的意思吧？啊！
会代替我的 Shall we be alright 如果不得不说再如果不得不说再见让此刻成为永远 Will be alright你们两个人点236，啊，我三个人点了234，我一个人点了200-209吧。一个人？没有，应该是两个人。朱星点了一个鸡排和一个鸡柳。说高就高。我们三个人234吃撑了都，然后你们两个人点200多。我吃完了我就剩这两个了。那你还是有实力。你就说这两个你也不看，你这一个汉堡都能占多，正常人一个汉堡都差不多了。有道理。这中辣还有点东西，我点的特辣一点味儿没有。我们点的是同一家吗？是啊，朱星全是特辣，朱星都被辣哭了呗。我觉得很辣对吧？辣哭去了吧？你干嘛呀？我干嘛？你吵到我，你我干嘛？你吵到我眼睛了。见你被动没声音啊 Oh God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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